早安大家，这个应该是新的 vlog 的一个开始，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从国庆回来以后的每天生活的日常，所以呢这个 vlog 就会比较是每天姐姐上班啊，然后呢顾小孩啊的一些可爱的片段。那今天刚好姐姐就是上班比较没有那么忙，所以中午可以带我们出去吃饭，也就是 baby free。 那我们今天要去吃的是 LA 这边新开的阿芙里，我相信应该很多人知道，就是那个柚子汤面。我一直是抱持着非常观望的态度，因为我不是一个很喜欢我的汤里面有一点橘或是橙的那一种味道的人，但不知道，搞不好等一下会很喜欢。Oh my god, is it the taste of freedom? Oh.可以吃热的，不会被婴儿跟小孩吵要崩溃了，太开心了。软壳蟹 X 刀包，我妈觉得比依然还好吃哦，她很喜欢，豚骨不会太咸，对不对？对。刚刚弄了一下七月新品的东西，然后现在要去运动。你 feed 弟弟香蕉，弟弟啊，弟啊，brushing teeth, brushing teeth, 帮弟弟刷牙 ，slowly, slowly, spit it out, 他应该是叫他吐出来，因为他刷完要。其实呢，一天又过去了，只是因为我今天整天都在忙着拍片，完全没有时间拿起相机，所以呢，哦，另外一台相机啦，所以我现在晚上我终于可以去姐姐家吃晚餐了，因为算拍一个段落，没关系，你们就当做同一天吧，就当做我今天有很多时间化妆好了。妈妈 nail salon。Do you want the round shape today, or do you want a square shape? Square shape. Oh, square shape. Okay. You want a hard shape? Oh, I don't know if I can do that.Yeah, 他的车脸真的。Okay, well done. That's gonna cost you 2 kisses, please. One and two. Thank you. 他嘴巴都会很，我们越努力就要把嘴巴关起来。You close your mouth. 因为他会一直流口水，超可爱。他感觉很努力在关嘴巴，三秒后又要放松。你看，快要又要打开。Open again. 你好可爱哦。Bennett, what is Mama wearing today? What did you say? He said my sister is a bee. Bennett, what are you eating? Man water. Show eye, tell eye. Man water. Are you sure it's not watermelon? I don't know, melon water. Guashi. Guashi. Show eye, how yummy it is.Is it in your belly? Is it in your belly? Oh, no! Oh, it's a mom! Swap off. Ready? 1, 2, 3. Yay! Roll with Didi! Yay! Good job! You do volunteer, Yay!
今天因为我就是早上要先赶我的影片，所以呢我就先不过去。可是因为我想说，我想要珍惜在这边可以就是吃一吃新东西的机会，所以呢，我刚刚 Uber Eats 叫了 Jack in the Box。我人生中还没有吃过 Jack in the Box， 因为我刚刚看到还有那个 Curly Fries， 就是我很喜欢卷卷的薯条，因为我觉得卷卷的薯条好入味，然后我又是那种喜欢吃软薯条的，所以我就点了一个他们的辣味鸡肉堡，然后呢是那种炸鸡的，然后上面是 nachos 的酱，其实就是起司啦，然后跟 curly fries， 我来试试看。哦，它是那个好像是 sourdough 吧，就是面包，长得还蛮酷的，跟这个薯条，我的爱。嗯。他们很希望台湾可以有素食店出这个薯条，哎，我觉得这面包蛮好吃的，开心，我要来剪片。今天是礼拜五，耶，是 weekend， 今天节比较多，又有刷三招，早下班，所以 where are we, Benny? Where are we?Beach, yeah. 海边，can you say 海边？海边。两岁的男生最喜欢的东西 ，trucks. There's another tractor right here, babe. Another one. 二十五岁的女生最喜欢的东西，肉体，帅哥的。Benny, Benny here. Boo. What's that?他在跟那个 helicopter 打招呼。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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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g. Yeah. What are you? A present? No. No. I keep it there. Aww.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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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bag. And he said, happy day. Is it fun? Is it fun? Mm-hmm. 你们看弟弟。这个拿起来，弟弟太可爱了吧！戴帽子。我们今天要去坐船哦，弟弟，这样有没有海边的风格？弟弟，嗨，弟弟，嗨，弟弟，嗨 ，Where's my 弟弟？阿妈。Where is she？ 在等我吗 ？Where's 阿妈 ？Am I coming？今天的早餐是 mochi nut， 听说这个是很像那个 Mr. Donut 的口感，就是抹吉跟 donut 的结合。呜，试试看。嗯，很好吃哎，我觉得完全没有输给 Mr. Donut， 我觉得甚至更蓬，因为我觉得现在常买到 Mr. Donut， 它都变比较扁，超好吃的，好 Q 啊。爸爸和妈妈，还有一百个问题。爸爸和妈妈 ，They're inside。我爸爸和妈妈 drink。
Oh, they're getting ready. Where's she? She's in the house. What they're doing? They're getting ready to leave. Where's she go? We're going to see the boat today. 我们今天要去开船。Yay! Do you want to go to the boat? He's on the boat.哦，今天是迪迪第一次搭船吗？对，第一次。看来舒迪迪非常的兴奋。介绍这个温度计宝宝多厉害，小火球，每天晚上只能几度？不能超过华氏72度， yeah. 绝对就73他就哭了，对不对？ Yeah, 马上超过一度，超准的。哇，B，好厉害哦！我们的命都在你的手上哦，一点都不可怕。To infinity and beyond. Kevin 哥哥，你的肌肉是怎么练的？可以教我吗？你的面部。哎呦！哇！我看见你站在。剪刀石头布，save me. So funny. I wanna hug you. 借我看一下嘛，握手啊，请当朋友。I want you to love me. Why? Why? I just wanna love you. Every time he touches me, it's very good. They look like the T-Rex in Toy Story, like. You're good. Look at his face. He's like, what's up?就想说，为什么画面一秒又回到家了呢？因为刚刚一坐完船，我跟你讲，三只都断电，就是都是已经在渡孤人的走，所以呢，我们就分头就回家了。这样，然后呢，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为了这两天要出门，所以我租一台 minivan， 所以是两只就是坐在同一台车。然后去程的时候是弟弟睡得很熟，然后哥哥就是一直很兴奋，我们一早跟他说 gentle voice， 因为我们很怕他把弟弟吵醒。回程变成是哥哥睡得很熟，然后弟弟睡不着，一直哭哭哭哭，所以真的两只要坐同一台车，原来方便归方便，但是也有这个问题。Can you give me a kiss, please? Mwah! A hug? A hug? 我现在跟他说，他爸爸生日啊啊礼物啊，我也给你倒在我身上就这样喝。我刚刚送一台，我跟你说，昨天不小心买到三台很烂的车，因为昨天我们去买那个 CVS 去买那个维他命的时候，我就想说这两天要坐车，我就买一些他在车上可以玩的东西。然后呢，我结账完以后，我跟我姐吓傻了啊！刚的三台车只要$5，我想说哇赚到了，打折。然后回家打开来，连上面的贴纸都没贴准，然后呢轻到像纸板做的，真的超烂，而且重点是都没有按钮，只有一个有声音。他刚才一直跟我说，哎、欸，要 open 嘞 ，open。抱歉，这个打不开，也没有声音。I'm sorry, Bennett。阿姨，走之前再给你买好一点的。
Beliska， 阿妈好吃吗？好吃吗？小朋友都很喜欢咬那个书的标签，不管你买什么，他都只喜欢标签。好，皮卡布。Yeah, I just, no. No, I don't want him to be an astronaut when he grows up. 你们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吗？因为每天饭后看电视就是要计时，然后呢，计时结束以后就会像闹钟一样会有声音，然后他现在想要逃避现实，觉得如果听不到的话，好像就可以不用停下来。你看，你看，他常常一听到那个 timer 结束就会大崩溃。你看他今天穿的有多可爱。What's on your shirt, Bennett?And you want to put on your sunglasses too? Mm-hmm. Shall I? Turn around. Shall I?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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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 on yours, Ai. Okay, okay. How do you say? 帅哥。帅哥。Mm-hmm. Or 下巴痒。大家午安，我们今天中午要跟 Kathleen 还有她的爸爸妈妈一起吃饭。我们要来吃那个 Where Kathleen and Joe 吗？你们记得那时候我们来美国给姐姐惊喜的那家餐厅吗？美洲 Jumbo。我们现在，对，我们现在就是要去吃那家川菜。哦耶！超可爱，他们两个父子今天 matching， 怎么办？谁比较帅？选不出来了哎。One or two, Bennett。Bennett 是 number one。帅哥 face， 帅哥，耶，帅哥耶。请投一号跟二号一票。你像大小孩自己在喝真奶的感觉哦，好喝，你喝真奶，对啊，自己喝，哦，好会喝，好可爱，一只手，对啊，单手喝。第一次吃到麻麻的东西，还有他不喜欢了，他不喜欢。哈哈哈哈哈哈！多多也做，多多应该不是有这个能力。多多，多多，多多，你有吗？ Need more veggies. Like, hold on, guys. Yeah! Brav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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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at about paper on rock?然后现在姐姐他们先带 Benny 回家睡午觉，我来逛 Target， 因为我之前想要来这边买点东西，明天要拍新品，我也想说可以买一些道具。怎么办？我觉得我好像应该要买这一件呢，啊，是不是？应该会很可爱，很适合弟弟。怎么办？我现在下一个来逛的居然是儿童玩具，因为。但是最近很喜欢火车，我想说
他都有一堆什么救护车啊、消防车啊，可是他好像没有火车，要不要买这个？啊，我刚刚帮宝弟买了这个，因为你们也知道，嫂嫂是一开始是念主修钢琴嘛，然后他很喜欢看这个 Coco Melon， 我想说可以给他在家里弹。不是吧？这也太美了吧！这里面有 Badminton， 羽球拍，而且这个颜色这么漂亮呢，还有这个可以，那个也是接那个球的，这根本就是防疫的专区吧？这个是排球，然后这个是就是那种用敲的，天哪，还可以套圈圈，而且看起来很高级耶。这边连酒都好可爱哦，你看是 rosé 的，然后有不一样口味的那种，有点像气泡的，有哎，为什么要把姜加蜜桃？不行啦，不要加姜。哎，你们看这个超酷的，哎，它是叫做 wine cube， 它是把就是白酒啊红酒装在这样子的，有点像是运动饮料的包装里，这样你就可以带去海边什么，不用担心弄脏，很赞呢。因为我明天拍摄，我想说要不要买这个去喝，好酷哦。我跟你们说，大家这是史上最危险的东西，这个超好吃，比原本的 Ritz 的那个饼干还更好吃，这个超脆，我上礼拜自己一个人哦，三天就吃完一包，有够危险，但我想说可以买回去给台湾的大家分享。最邪恶的一区来了，最邪恶的一区来了，我的脚，谁来带我走？不行，等一下，还是看一下有什么口味，我要疯掉了，不行，我最喜欢的中国口味，可爱哦，这个是国庆特别的哎，有白色、红色跟蓝色 ，Rice Krispie 也有哎，可是这个不知道为什么变成这三颜色看起来很难吃。哇，你们看他们把 Cinnamon Toast Crunch 变成一个就是这种小包小包的零食哎，这个也是，不过我现在已经吃不了这么甜了，不然我应该会很喜欢。嗨，大家，现在已经晚上七八点，吃完晚餐了。刚因为今天 Benny 也没睡好，然后弟弟好像也没睡好，大家都很 busy 这样子，所以就没有特别拍什么。而且加上我要准备我明天的拍摄，那我明天呢，算是我第一次在 LA 就是特别找一个旅馆去拍。那我现在就在烫衣服，准备一些要带的鞋子、包包、饰品、帽子那些的，然后想一下我明天的发型要怎么样。哦，我觉得没有妆法真的很头痛，因为其实一个拍摄要准备东西已经很多了，如果有人可以帮你把妆法完成的话，那真的是轻松很多啦。然后说完我还要剪一下影片，然后但是姐姐就是这几天都有特别请假，所以接下来的三四天我们都可以一起混耶、yeah! 老实说这是我第一次用熨斗，因为我家里的都是挂烫机，所以我其实很不是很知道我自己到底有没有做对，就是但是我看到很多电影不是都说就是不能把它就是平着朝下嘛，所以至少知道这样不会把这个东西烧坏啦。我决定来试喝一下刚刚买的这个 wine cube， 因为我怕如果不好喝的话，我明天就不想带去，有点重。哦，而且刚刚发生一件很幸运的事情呢，就在明天，当我要拍摄泳衣、白裤还有杏色的裤子的时候，我的月经就这样来咯。只能说至少不是第二天，我跟你说，第二天那个量我真的是会撑不下去。你、真的是白酒的味道哎，好不习惯哦。好喝哎，不会太涩哎，很酷哎，超酷的。而且如果要就是瞒过爸妈的话，他们也不会发现这个是酒，真的是哦，果汁这样子。好哎，那明天就带着去。你看他们今天全部都穿绿色跟蓝色，超可爱的。嗨大家，为什么我现在如此的完妆呢？让我跟大家还原一下今天早上发生的所有事情。反正就是今天早上我们本来想说要去吃一家叫做 Newport Seafood， 就是它的海鲜非常好吃，螃蟹跟龙虾都很赞，然后呢是 Kevin 很想要吃的生日餐，所以呢可是很远，所以我们一早就是十点准时出发，十一点准时到，因为我们想说要做保险比较安全。然后坐下来以后很兴奋的要点菜，发现没有龙虾，也没有螃蟹，也没有大蟹，就是那个蛤蟆，
全部都在周末的时候卖完了，我们真的是犹如晴天霹雳，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就是要去吃那个的，所以呢，我们就带着老小这样子，就赶快想办法到另外一家，听说也是同一家出去开的，叫 Boston Lobster 吧，就在附近，然后就赶快冲过去，然后算是有吃到啦，但是当然口味上我觉得还是有差。那吃完以后呢，我就前往，我准备要前往我今天要拍照的这个旅馆，结果呢，我发现我这个智障忘记戴帽子，就是我昨天特别在 Target 买两顶帽子都忘记了，所以呢，我又回去一趟，然后呢，又再坐来，总共两趟车程都大概40分钟左右。然后现在我就是等一下要先卷头发，等我的摄影师来，先给你们看一下我的旅馆的 room tour， 还蛮可爱的。而且重点是我居然被升等，就是我明明是订一般的双人房，他帮我升等到豪华的双人房 deluxe。房间的部分这一角超级美的，然后它的床就是这样子在正中间，有点像海中间一样面对着外面，我猜它应该是老房子重建的。但我觉得最可爱的是这个洗手台，我超喜欢这个，我觉得很可爱，我突然忘记它叫什么名字了。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袋子，然后这个里面也有一个这种海边的袋子。然后呢，后面这边放行李的区域，就是我觉得它的格局是有点小怪啦，也没有说到很大，就是没有我想象的那个 deluxe 的感觉。然后厕所就是干干净净的正常。怎么办？怎么会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How will I live? I want to know 真的超好吃的。姐之前是吃干锅的版本，然后她说也是很入味、很香，就是口味就是很难形容。我觉得如果台湾的卤味有这个的话 ，It's not 麻辣，其实对。真的，因为你看麻辣通常都是油红红的，对，花椒什么的，这其实根本没有啊。对啊，你到底可能就有一点 like peanutty taste sesame， but I don't know， 就是浓的。Yeah， 你就想象成它是一个有点像拉面的那种汤底，缩骨感觉， yeah， 对不对？应该一定是它有什么骨头的汤才那么好吃。Yeah， 各位，汤火锅，汤火锅功夫好牌，值得。一房，因为重点是你可以自己加你的料。我昨天太累了，没有办法在现场剪束给你们看。我昨天就是只能吃，但我吃到的时候，我其实内心心中是哇，可是整间店只有我一个人。后来旁边还有两个白人，我那时候想说，哎呦，两个白人来不错哦，有品味哦，这样。那就照到我，我躲在这里。哈哈哈哈哈哈！咪咪呀呀。昨天阿姨昨天骗到好多人，以为你的照片是哥哥的照片呢。我们长得就不一样啊，对不对？嗯，哥哥那时候比较胖啦。哎，这次在冲啊。弟弟现在跟我就好朋友了哟。Peekaboo 弟弟，特别是喜欢我的脚。我可以帮你用手抓，你不需要这样子。把我都大拇指很沉，哇、哦，好忙哦，弟，我好受欢迎哦。哎，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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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哎，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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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哎，叽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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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叽。而且你们看弟弟的头发就是长得超级均匀的，因为那时候 Benny 只长中间，然后弟弟就毛茸茸的，哎，叽叽叽叽叽叽。谁是今天的模特儿呀？当模特儿但小孩子难吗？他今天穿的是我们八月的度假系列哦。你吃饭饭？嗨，我手里有皮的。那啊 ，picture。哦，对。
他有一个那个瞪人的那个是这个吗 yeah, What's this? What are you doing, Benny? The straight eye? The big eye? The big eye? Big eye Big eye 这是他的 What are you doing, big eye? How do you do little eye? Little eye You do one big eye, one little eye? 半句 One big eye, one little eye这就是他用来哄弟弟的歌。我们今天要去 amusement park。没错，我们一群大孩跟老孩要陪小孩、小小孩去小孩的游乐园。对，也是在哎，这也在迪士尼的附近。对、yeah, 对，但他还没有做过任何的类人消费，所以、yeah. 对，所以我们。他是会爆爱或爆哭，对，我们应该不知道他的反应会是什么，也不知道上一次我们去什么时候。Police car， 并不说。他在车上就突然看到什么车，然后就会大喊出来，像这样子告诉全车的人旁边有什么车。Wow, B, get it! Yeah, yeah! Dance up! Dance, dance, dance! What about your feet? Yeah! 你看这个帽子，跟爸爸一样的哦。Glasses are crooked, baby.两个车子有点小哈，哇，好晃啊！我一个人享受。Oh yeah, we're going. Fireman Bennett, save me, help! 杰刚刚说什么？再讲一次。所以 Kevin 要跟着一起来，因为我不想去骑这个。可怜的爸爸，这我会头晕啊！我也是，我也头晕。这是成家的基因，就是很容易晕。我们三个人都晕。我们上次去哪里啊？赏金吗？哦，我们在夏威夷啊。我们三个都躺着啊，然后他们那边聊天，我们就一直躺着。我是来专门照片。好的，各位，我现在洗漱完毕，因为外面刚刚真的有非常多小朋友啊、大人，所以我们一回来就赶快都洗澡。那今天是 Benny 第一次去游乐园，那其实那是给小朋友的，所以、没有说很多太刺激的，可是我觉得应该算是他出生到现在有意识之后第一次看到这么多人，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明显他脸上他没有那么快就感到兴奋跟开心，他其实是紧张害怕，就在开的时候也牵着我姐的手，只能说这就是疫情下的小孩的不习惯吧，对啊，但看得出来他还蛮喜欢，只是天啊，带小孩去这种乐园真的很累，因为他如果喜欢一个，他就要一直重复玩，一直重复玩，像那个 train 我们就坐了四次，警车、消防车那个坐了六次，我妈呀，我头真的是晕爆，大家真的回来都累瘫了，所以今天晚上就简单吃个晚餐，然后我要赶快把七月新品影片赶出来，好，那就先这样。大家下午好，看看我今天的装扮，看得出我们等一下要做什么吗？应该很明显吧。我们今天要野餐，
因为呢，今天是姐姐跟 Kevin 的结婚十周年纪念，然后加上十九号又是 Kevin 的生日，所以呢，刚好今天哥哥他们从他们家这边过来，想说在我回去前再 visit 一次，所以呢，我姐就想说，哎，有什么活动是适合就是一家老小儿童的？然后就想到说，因为其实美国现在很流行这种 picnic 的 service， 就是说你选一个地点，然后呢，他直接过去帮你布置，然后你们就只要人到带食物去就好，所以想说，哎，这个不错，然后。我要顺便借着野餐拍我八月的新品，是不是超级像野餐店？好，我们现在赶快去姐姐家，因为哥哥他们已经到了。哇，你们两个一起玩哦！我有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有一天我心血了，那不行了。踢腿腿还不会爬，但是有开始在试了，就是它会往前。给大家看你的美腿吗？嗯、哦，哇，大鸡，大鸡腿，哦，又油又香，哦，哇，哎呦，好会翻哦！对呀，它可以翻到 all the way over。今天 Kevin 妈妈帮我编头发，因为他平常都会帮 Kevin 姐姐的小孩编，所以他手超巧的，好厉害！我连一个都编不了，他还是从这里这样编下去。谁笑笑，你也要编吗？那你要赶快长头发哦。我男孩子不能编的，可以梳庞克头，对不对？啊嗨，你跟大家说嗨吗？嗨。请问姐姐，你们现在在做什么？DIY， 因为姐姐十年前结婚的时候，她那时候有叫所有来的来宾要拿一个，是拿一个画框，相框，然后大家要拍照，然后我们想要重新再就是再现，可是没有框，所以我们现在用一个纸，重新做一个。哎、欸，太感人了吧！哥哥十年来都带着这张照片呢、欸。对啊，就是这个，大家等一下，这个纸盒就要变成这个。哇，也太可爱了吧！有没有很减龄？就是邓紫棋御用的发型，绑完超像大学生，而且很凉哎、欸，超舒服了。姐姐找的这个 pin 真的太美了，美到爆，很像在参加二次婚礼的感觉。Bennett just said I done taking picture。我们刚才已经叫他拍了四轮，他已经快疯了。Yeah, cake is coming soon。他没想到以后他们如果结婚了。姐姐已经要哭爆了。If you want this time, darling. Let it twirl, one, two, three. Woo! 晕了，晕了，晕了。H 已经在想以后会哭多惨了吗？他已经，他在哽咽了。It's very emotional. Oh my god. You won't want mama, you won't want forever. You won't want mama. In the house tonight. Oh, b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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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Shuffle dance! 哇 ，Bennett 好会跳！哦耶，这 dance party！ 哦哦哦哦！哈哈哈哈哈哈！开了也要加入，呜！哦 ，Bennett's new song， favorite song 应该就是这首了吧？哦。Ha ha ha!
Spin. Spin. Okay, okay, say the house tonight. This is how you party rock with three children. Woo!好累哦，小孩子王，吃蛋糕，送冰，有人已经等了很久，你看那渴望的小眼神。 现在要帮他们定制的拍一张。不可能的任务。Okay, ball face, get ball face. That's fine, we're done.嗨，大家，我知道现在整个蓬头垢面，我的鲨鱼夹怎么会变成这样？我现在从铺卡的，但因为我已经连续两天都4点半起来直播3个小时，然后都没有铺面，所以呢，我昨天就已经放弃洗头这件事情了，真的太困了。然后现在趁大家都不在，弟弟也出去散步，Ben也出去走走，我们要来准备午餐。今天要吃火锅，因为姐姐基本上在我们不在的时候吃火锅就是天方夜谭。 因为平时吃饭就是打仗了，更不用说要慢慢在那边坐着吃火锅，所以只有我们在可以帮忙轮流带的时候才可以吃。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备料，给你们看我刚刚的战利品，这一整袋全部都是 In and Out 的 T-shirt， 很可爱吧？前几天来的时候就发现他们现在 T-shirt 现场就有卖，我就想说，哎，这蛮适合拿来送朋友，所以我这次我朋友之间的伴手礼，我就是送这个，连 AC 他们都喜欢，应该很少人会在 In and Out 花了5000多块，然后买一包薯条。 今天就要回台湾，今天晚上当然要做一些很刺激、很兴奋、很令人期待的事情。我们要干嘛？看电影了 ！Oh my god！他说，弟弟出生以后已经。I think the last movie we watched was April 2020. 去年4月哦。你说去电影院吗 ？No, at home. At home. 所以你已经一年没看电影了。 好可怕哦！那也很久了，上次是9月，好久没吃火锅了，对啊，就从你们今天12月的时候，那时候趁
秘密生日找借口吃火锅，秘密生日然后秘密妈妈过来一起吃。12月15号，我今天帮你圆了很多梦了。I know. So exciting. Oh yeah, 我们要来看黑寡妇。蹦蹦蹦蹦。我安大家，今天是我在 LA 的最后一天，我觉得我晚上应该会哭，因为我真的很不想走。然后早上没有拍东西，但早上我们带 Benny 去看一个 Train Museum， 因为我实在太累了。我昨天处理新品的东西到快4点多才睡，前两天都4点多起床，真的4点多睡。那我现在要赶快来收行李，因为我都还没有收。然后等一下就再陪他们玩一玩，晚上就要去机场了。我要把这么多东西都带回台湾，究竟有没有办法成功呢？来，江江已经剩这样子了，剩下最后一点点化妆包那些，我晚一点回来再放。今天是 Kevin 的生日，明天先点好，然后上面都是儿子最爱的消防车。This is dad life, guys.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Ready, go! Yay! Happy birthday, Baba! Happy birthday, Baba! One more! Yay! Baby! Say bye bye! You are so cute! Oh, you're so cute!嗯，不是小 baby 咯。I love you. I want it. You want it? No. I see you next time. 要回台湾了。哇！哇！而且今天 Benny 才不知道是不是又知道我要回去了。哇！又给我牵，又给我抱，还亲。幸福总是来得很突然呢，太晚了，不知道他会记得我多久，希望可以赶快回来，大家拜拜。